Hello， 大家好。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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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金鱼 Joyce， 我主要教的是 Comlaw 101跟 Comlaw 201。如果学法律的同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稳妥安排，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tin。那我现在呢，已经在 YouTuber 工作了3年了，主要是讲解会计和审计的课程。那我现在呢是在暗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部门工作，那么也希望呢以后能够在课堂上见到大家，把我工作和学习上的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 Cicely， 这是我第5年带 Infant 10这一课。如果大家在平时学习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10的学霸群里问我哦，欢迎大家来我的突击班。大家好，我是 Wilson， 然后今年的话我还是会在 CS108 和208的作业班和突击班陪伴大家。 Hello， 我是 Henry 然后我这个学期教 Finance 251、261还是361。大家好，我是教 CS108 的 Vivian， 带小组课，非常爱吃糖，所以跟着我有糖吃哦。Hello， 大家好，我叫 Damon， 我在 Utilite 负责教 Marketing 201和202的课，希望有需求的同学可以来多多参加我的课。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教 Harry， 然后我现在是 Utilite 教 Math 108、208的 user， 然后欢迎大家来上我的期中期末的课，还有可以上我一对一的课，谢谢。嗨，大家好，我叫 Eman， 今年是 Accounting 和 Information System 大二在读，这学期来教大家 Accounting 211，希望大家来报我的课。Hello， 我叫 Frank， 我要教的课程是 Accounting 211。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本学期呢我在 YouTuber 带 Accounting 211这门课，接下来呢我们会有突击班跟作业班的安排，所以大家快来玩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Comside Tutor Jasper。如果你们想提高编程能力，或者有任何选课上的疑问，欢迎大家来找我上课，谢谢。Hi， 大家好，我是 Tutor Alisa。我可以找数学108、110、120、130，还有统计125、220、Comside 101、130。欢迎大家来上我的课。大家好，我是 Bruce， 我是 YouTuber Comside 101130的老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或者来上我的小组课突击班。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mputer Science 11的老师 Teresa， 欢迎大家来上课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ny， 我是这学期 Econ 152的导师，欢迎大家来报考我的课，了解如何用经济学来做出合理的选择。大家好，我叫 Vivian， 我在 YouTube 教 Infosys 20和22的课，欢迎大家踊跃报名。Hello， 大家好，我叫 Frank， 我是 Finance 351的 Tutor， 欢迎大家来上我的课。Hello， 大家好，我是 Accounting 112的导师 Diana，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领略一周一个三分的快乐。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Leo， 我是你们 Accounting 101的导师。我是今年是大二，学 Accounting and Finance 还有法律的双学位，希望大家来上我的课，然后呢，我的兴趣爱好是打羽毛球，我是一个狂热的粉丝，我特别喜欢林丹，如果大家喜欢打羽毛球的话，也欢迎来我们那个俱乐部来跟我们一块切磋，拜拜。Hello， 大家好，我叫 Sean， 然后我是教 Ops 255还有 Info 4321，然后欢迎大家来上我的课。我是 Grace， 然后我喜欢唱跳 rap 篮球，开玩笑的，我教的是 Infosys 220，然后欢迎大家来上我的课。大家好，我是智慧区金融和经济的 U2 的导师 JD， 这学期主要负责比较数理要求比较高的衍生品和经济学的内容，但是呢，因为我在英国讲过1年的 Tutor， 所以在这种方面非常有经验，我希望在我的指导下，大家学的这门课非常简单容易，会多多受益，希望大家来报我的课，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Accounting 311还有 Econ 212的突击班老师，大家都叫我西西，欢迎大家来上我的课哦。